率先破亿的贺岁电影《阵头》，这次票房如倒吃甘蔗，越吃越甜，越吃越香。不但这次勇夺票房冠军，更让首次执电影导演筒的冯凯赚足了面子。从一开始特映会只来了一个人，到现在场场爆满，心情相当五味杂陈。而当中为戏加分不少的两位硬底子演员阿西与廖俊，你来我往的趣味互动更是令人玩味。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呢，感情也不错，打打闹闹的。但是一直到有了第二代以后呢，